Magic Show. Hey! Woo! 好的，各位。 又来了，今天用的东西呢非常单纯，杯子杯垫两个硬币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杯子，好，检查一下，一人检查一样，好，潘佳丽检查杯子，好，好，检查杯垫，正常的杯垫，好，它是正常的，正宽的杯，嗯，对，这里面其实最重要检查什么呢？今天的主角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杯子，哦。 不是硬币吗？不是，确认一下这个杯子的杯底非常非常的坚固，没有任何的暗门，没有任何的机关。现在这样子，一块钱跟十块钱，随便选一个，不用管金额，随便选就好了。十块，十块，很好哦。我现在把十块呢封在这个玻璃杯里面，现在就没有任何东西呢可以放进这个玻璃杯跟把它拿出来，对吗？好，现在仔细看，我要做什么？我先仔细说明一下，仔细看。 加温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这个一块钱硬币呢，穿过这个玻璃杯，奇迹的一瞬，奇迹感，奇迹感，奇迹感，哎呦！ 再确认杯子完全是普通的杯子，碟子是普通的碟子，一直是普通，一直是普通，没有动哎，怎么可能？你有藏一个硬币的，好可怕！好厉害哦，朋友，你知道我刚刚看我多近吗？对啊，我是这样盯着看的，而且他掉下去是像那种头铺满是有一块钱掉下去，然后嘣嘣这样子，好厉害，怎么说表演这个现象呢？在魔术的术语里面，之前节目中有提到过，叫做 penetration。 穿透现象，接下来要做一个更可怕的穿透现象，现在用到的不是这个，我现在。